这个大骨头啊，哇，这太好吃了，猪蹄的，哇，真到位了啊！哦，太好吃这个猪蹄啊！你们都别说这里性价比高，那里性价比高啊！你们都干不过一个大浴场啊！我这里是浴场啊，和睦家大浴池啊！你看这里有烤肉、海鲜、中餐，啥都有，199块钱可以吃四顿。哇，199块钱可以满18个小时就可以吃四顿，啊，太牛逼了啊！这猪蹄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这牛肉很要死。哇，看这个梭子叶啊，南方蟹，哇，跟鸡蛋还有这个丝瓜一起炖的啊，来尝尝看，梭子蟹很新鲜啊，肉还可以，挺多的啊，哇，哇，这个汤好鲜美。以前我来吃没有这么多好东西，哇，哇，汤很新鲜，很鲜美，肉还有肉，跟肉一起炖的啊，这个汤真好喝。这个汤配米饭的，看看，绝绝子了。这个汤配米饭，
特别好吃啊、哦！嗯，哇，嘎嘎下饭。很多肉，什么肉？里边的中餐是居多，哇，真的是，嗯，咕噜肉甜的啊，甜口。可以吃吧，这可以吃吧。再烤一下。可以中蹄一定要吃啊，这里的中蹄是真好吃啊。但是是尝尝口味，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甜。那个皮很油啊，立点菜。嗯，好的，太舒服了。看那个大的五花肉啊，嗯，来一口，兄弟们，这你们，嗯，这个五花肉对着就你干。行，嗯，来吃吧。那我来了，嗯，再来一个，你看，这是鸡胗，嗯，鸡蛋，嗯，外面皮很焦啊，过油，来一个，你看啊。嗯，再来一口蟹子汤，太舒服了，兄弟们，哇！这里的中餐水平，我不敢说打五星级了，一般大饭店的水平也就这样啊，跟这差不多。嗯。还得吃这个蟹子蟹，臭子蟹汤，太过瘾。这是刺身啊，嗯，嗯，嗯，来一口烤肉啊，看这个烤肉很厚啊，哎，一口烤肉。嗯，再来一片，哎，还有肉呢，嗯，哇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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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冒人啊，不够烫了，嗯。嗯，好吃的，嗯，舒服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个是五，这个应该是鸡肉，嗯，鸡肉毛血旺。嗯，哇，
肥锅肉，老兄啊，刚才有点辣。嗯，嗯。不好干，再喝口这个汤。这个蟹子汤真的绝了啊！嗯，嗯，挺合的。泡椒、酸菜、牛蛙，看，嗯，跟他们这中餐烧的都跟饭店差不多，嗯，还是那句话，牛蛙太难啃了啊，嗯，嗯，这有点辣啊。但很好吃，酸菜跟泡椒味把这牛蛙给包围了。嗯，看这个牛蛙的肉滑滑的啊，跟这酸菜味包在一起，真的过瘾。这虾是炸的啊，嗯，嗯。好食物。